不，你看这个倒霉样，肯定又叫人开了，这是。啊，二胡子，哎，你给我找的啥破工作呀？怎么破工作？上午让我当保安队长，下午变门童，我就脱岗那么一小会儿，就那么一小会儿，天还没黑呢，就给我开回来了，晚饭都没让我吃。不是怎么的？我钱顺风的面子连一天都没盯住吗？他真就没盯住啊！哎，王倩，我问你，你上班之前我教你那一套拍马屁的话，你说没说呀？拍了，正着拍，正着反拍，啊，按着拍，都施展了。那你就是没拍对。嗯，我问你，你正着怎么拍的？杨子儿，你看你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精子，人种子也就长成你这样呗。哎呀妈呀！哎，他是怎么说的？没谁了，挺好啊。哎，我再问你，你正着反拍是怎么拍的？杨总，哎呀妈呀！怎么的？杨总，干什么？你不能这样了啊！起的比鸡早，睡的比狗晚。你给狗和鸡留口饭吃行不行？你的身体不属于你自己，是属于整个公司的。他怎么回答的？没谁了。哟，行啊，安排你怎么拍的？我见着公司人就说啊，咱们跟着这个老板干啊啊啊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，是吧？在他的带领下，啊，咱们公司一定能成为世界500强啊，未来都是我们的。哎呦，哎，他怎么说的？你真是没谁了。这程序全都对呀，啊，拍的全在点儿上啊。是，你说任何人听了这些话心里能不舒服吗？没呀，怎么可能把你开了呢？对呀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不是跟杨总没提我呀？我就没看着杨总啊。哦，没看着杨，没看着杨总。那你刚才拍的谁呀？门口看车的。拍了。还有第四种办法，你用最有效。啥呀？我拍死你得了。哎，二胡子，爷爷得了，我没来呀，你说你赖我呀？哎呀哎呀哎呀，王叔，你这是拍我呀你啊？拍死你！你不用着急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没事，杨总不能把王小倩怎么样啊？为什么呢？他你站好了，来来，告诉你，杨总他有求于我。啊，什么事儿？我在张总，张明总经理那儿啊，我不是接了个大工程吗？他想在这个工程里分点活给他干，你说他求不求啊？啊，切，你这点事儿，哎哎哎，王倩，别垂头丧气的，把气收了，都收了，没事，你放心吧。我这气死你，姜老板，这姜死你，姜死你。不是下棋，这是围棋呢，你管呢？你谁呀？你站住！嘎。你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我知道你是谁。看你这个穿着打扮，你应该是我们公司的王小倩儿吧？你也是这个破公司的？这个公司不好吗？我听得见，说，千万别在这个公司干了。他们公司从老板到员工都狗眼看人低，赶紧走。我走不了，咋走不了呢？你看我啊，说走咱就走啊，风风火火闯就走啊！哎哎哎哎，我要走了，这个公司就没有了。咋的呢？我就是这公司的老板啊。杨总。杨总，刚才我狗眼看人低，你看您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种子也就长成你这样呗。没谁了，坐那儿，我坐那儿，坐那儿。杨总，你不能这样了，
起的比鸡早，睡的比狗晚，你给狗和鸡留口饭吃行不行？你的身体不属于你自己，是整个公司的，没谁了。杨总，在你的谁呀？坐，坐下。下边你是不是想说？这个公司要是在我的带领下，一定能走到世界500强，未来的世界就是我们的。拍马屁，明着拍，明着反拍，暗拍。小小的年纪为什么要学拍马屁？你在门口当门童是我安排你这么干的，我就是想让你踏踏实实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从头开始，从大门口走到大厅，从大厅走到电梯。你最好不要坐电梯，你走楼梯，从一楼走到二楼，从二楼走到三楼，一直走到我的办公室，走到我的桌子旁边，走到我的椅子跟前，改掉拍马屁那个坏毛病，长得真本事，我这个位子让给你。张总，我听得见，说，张总。你的觉悟真是没谁了，慢走。你咋跟我二姑说的不一样呢？我会记住你的。有点事儿，你看，这家把我渴的，哎。请问，这是钱总家吧？是啊。您是他们家的保姆？我是他的岳母。大妹子啊。长相啊，您看您这长相，也就是35、36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这个人也太有眼力了。我呀，真的又占三又占六，可是这数字你摆反了，我63了。不像，太不像了。您看看您长得。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种子，人种子也就长成你这样了。哦，人种子也就长成你这样了。你看你这人把我说的哈，你不就是找我姑爷钱顺风吗？你等着，我给你找去。哎呀，你站住！找人这活也得你去啊。啊。在家里又做饭又洗洗又涮涮，连喝水都得你亲自自己喝，找人也得你去啊。是，我一看就知道你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你给鸡和狗留口饭吃。你的身体不属于你的，属于整个这个家的，属于整个小区的，你是一个整个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，这大兄弟呀，那你看你刚才这番话啊，说的虽然有点过，不过我听着心里还挺舒的呢。你说我姑爷钱顺风要有你的嘴一半甜，你说我得多高兴啊！我天天累死我都值啊！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我姑娘回来了。妈，这谁呀？啊，钱顺风朋友。啊，你好啊，你好，坐吧啊。站住！啊。你不认识我，但是我知道你是谁。哎呦，闹了半天你俩认识啊？太好了太好了，姑娘快陪人说话，别人一夸我我就懵，走道都不会走了。哎，您，我早就了解你 ，beautiful， 啥意思啊？漂亮，看看你长得。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种子。
人种子也就长成你这样了。站住！我没动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我买菜吗？买菜这活也是你干的，一看就知道你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你给鸡和狗留狗饭。没事儿吧你？站住！干啥呀？没事儿了。病怎么了？这打一进门就开始拍呀！我拍什么？拍马屁呗！嗨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忙你的吧，大姐啊！哎呀，杨总！哎呦，陈总！哎呀，杨总啊！你看你到我们家来啊，我一回家，我们家有一股怪味儿。什么味儿？马屁味儿！没有闻到。哎呀，这杨总啊，我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咱俩是朋友，你跟我来这套干什么呀？我希望看到你实实在在的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。你从大门口走到大厅，从大厅走到电梯，你不要坐电梯，你走楼梯。你从一楼走向二楼，从二楼走向三楼，从三楼走到四楼。你走到我的办公室，你坐到我的办公桌前，咱俩实实在在面对面的谈谈这桩生意。你看看我能不能把生意让给你。我钱顺风是不怎么样，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拍马屁。没谁了。这是钱顺风的家吗？张总，你起来。哎呀，张总，哎呦，张总，您到我们家来那是蓬荜生辉呀、啊！哎呦，哎哎，杨总，这就是你梦寐以求想要见到的张总啊！哎呦，张哎呀，哎张哎，干什么？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，张总，这可以。不是，你看见张总没有？看看张总这形象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种子，人种子也就长成他这样啊！是，起来！哎呀，张总啊，到我家来，你不用亲自来呀、啊。哎呀，你派个人来就行啊！我知道你这个人做事向来是独来独往，哎呦，亲自干。您是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你给鸡和狗留口饭吃。打住吧，别说了。接下来你想说的是不是，如果这个公司在我的带领下，一定会跻身世界五百强，将来这个世界都是我们的。没谁了。拍马屁，啊！我最讨厌的就是拍马屁，啊！哦，对了，你们小区有没有一个叫王小倩的？有啊，二姑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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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杨总，杨总，杨总，我想好了，今后跟你好好干啊，从头做起。他就是王小倩。王小倩儿真的是你啊？对啊，找去吧，哥呀！今天下午你在公司当门童，离岗了吧？就离了一小会儿。公司门口有个小女孩被电瓶车撞了，是你给送到医院的？啊。那个女孩是我女儿啊。你要讹我呀？我是来感谢你的。起来，小伙子。啊，感谢我的。哇、啊，吓死我了。多好的小伙子、啊、你们也看看。是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种子也就长成他这样了。别说了，没完没了的拍马屁。挺好的孩子，跟着你们没学会别的，净学会拍马屁了。以后跟着我干，走，走啊！嘿，你呀、啊，没谁了。